看 Facebook 啦，欢迎台，我要开的车啦，脸要看脸书啦，我在脸书，哎，有礼物啊，哎呀，哈哈，对不起，你已经领过了，恭喜白云哥跟你差不多哎，是呢。只有六个田地耶！不是哥，你是不是为了要来上这个通告才特意开开心农场？错错错！你是来看通告的吗？看一下看一下，304,091啊！哦，有钱哎！哇，这个300,000哦，这起码要玩了一阵子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会呢，拿新台币去换农民币啊，这是我厉害的，靠自己实力。对啊，可是哎。300块可以让你换得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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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300块，我小孩吃几顿饭啊？只是其实我都没有花钱啊，我也可以换来很多快乐。可是为什么你们会有免费的农民币可以拿？这个说来复杂，因为我教过很多人，但是他们都不会，或者是嫌麻烦。对啊。对，因为很多那种广告厂商都会提供免费农民币啊。真的。对，那你们不会按的就没得赚。我真的要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账号密码给你啦。你们聊。我来说扯一下哦，对，开心农场除了就是你可以种菜种花之外，最好玩的乐趣在哪里？我已经惊到，就是说我就去点啊，比如说看郭金就哦，这个已经没有了，菜都已经就是被偷完了，我就不管了。那也比如说啊，1小时20分钟后收成，我们就写书，写那个拿那个便条纸写阿布他1小时20分钟后果子收成，好用心哦。然后你能不能把你的颜色经营成这样？有需要这样子吗？因为大家都这样吗？对，我有那个名模的朋友啊，他还是那种调闹钟，你知道吗？看人家几个小时之后收成，然后是谁？半夜起来，花花，好厉害，对，就是他。网友去偷那个人的，就说时间到了，赶快大家来。你会觉得这样行为很卑鄙吗？我觉得好可爱，好笑。你他这个游戏里面的城市，他原本就是这个开心嘛，对，开心，对嘛？那你不管你去偷了多少菜，你还是吃不到，心安理得嘛，可以嘛，没关系嘛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开心就好了嘛。好，其实我要承认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刚开始玩开心农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直偷，而且我更夸张的，我是偷完别人的菜之后，我还会到他的涂鸦墙。写说，哎，他的菜熟了，大家赶快来偷。好过分啊！为什么玩游戏要玩成这样？我就好过分。而且我不是PO在自己的涂鸦墙，我是PO在他的，就像加他的朋友都可以去偷他的菜。好惨哦！有些评价就留言说，谢了 ，Thank you， 偷完了，哇，已经没了。那 Junior 呢？我怎样？你会？你怎么样？装回去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他的脸书上面都是正妹。哎，你们真假的？没有，哇，制服，哇，告诉我，开大一点呐！哇，这窗打开了。白云哥，你老实说，你有加 Junior 吧？有。那你有没有偷偷去他的那个朋友那边看过？我告诉你，我玩脸书到现在我。